这个钢管舞的形式啊，它是个艺术，知道吗？它是健康的，是美好的，在国外还有好多比赛呢，啊！所以小兄弟，你要想看呢，你就去台下看，不能这么就闯进来，这样让人觉得思想肮脏了。我只想保护你，怎么还不承认呢？你心里想什么，我可是很清楚，我不怕的。难不成还想娶我？我奉陪到底。